区龙人，看我召唤出你们的天敌巨鸟迦楼罗。爹爹，他就是帝释天。没想到作为众神之主，竟然散发出一股邪恶的气息。我也要出战。刀山和火海，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？燃烧殆尽吧，这才是真正的炼狱。大胆暗魂，竟然敢染永恒之火。接受光的净化吧。黑暗，在我面前退去吧。得救了，姐姐，你是？是我的过失，差点就铸成大错了。你以为能躲得过我的剑雨吗？
龙王，我能看出来，你是对自己的命运有所领悟才出战的。既然如此，神将，和你一样，任何碍事的家伙都要在我面前粉。我们现在不能恋战。我们现在不能恋战。剑无虚发，刀山和火海，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？火魂斗气，能来点有意思的敌人吗？成为我手下的亡魂吧。剑无虚发，龙王爷，我们现在不能恋战。中了神将一剑，龙翔居然没有幻境，这龙是谁？我们现在不能恋战。千手浮屠，你以为能躲得过我的剑雨吗？
是我的过失，差点就铸成大错了。我要吸更多的血。你以为能躲得过我的箭雨吗？